后壁地区正由澎湖面积将近142公顷，全国排第二，产量更加是全国的第一。其中又搁以着德兴社区为大宗，这几年来社区这个特定市场提升知名度，日前更加是结合着后壁公所办理由澎湖产业活动，吸引了不少游客到场参与。咱啊，伊干呐，阮的社区内底啊，包括因周边内底吼，啊，差不多将近差不多啊，要到100家安尼啦。啊，因为阮遮较好个所在，就是讲，咱拢食迄个乌山头水库，而且水啊，即较无污染。啊，因为阮拄有即个竹啊，啊，甲虾米瓜类轮作，啊，所以嘛，较无即个病菌啦。社区总干事王正明指出，即几年来，侪侪青农回乡投入研发，后壁由芳果品种愈来愈多元。因为有在地优质的地理条件，佮加上农民的拍拼，果仔的品质佮产量拢有一定的水准。即卖一挂少年的吼，啊，因的观念较好，啊，拢包括像即卖吼，啊，咱政府咧推动的即个政策，啊，包括咱即个产销履历也好，因即卖拢一直都咧用，啊，配合政府的即个政策落去做啦吼。即亲像讲，进步成市面上，应该芳果啊吼来，芳的可能剩一种。新村乡吼，即因即阮的做法是起来吼，伊的果啊，伊哦较水嘿，啊算迄落包装也较好吼，品质也较好哦，啊阮有过筛选哦，所以阮出去栽培、出去人客也拢品质好诶。因为有少年人加入，农民种果啊的观念渐渐改变，最近嘛开始从果啊起来加工，做出新的变化。咱这果啊吼，嘛有迄落。较细粒的，也是安怎介绍袂较歹，所以阮社区内底依着咱农村再生的这个计划吼，啊，咱会当阁啊来提出计划，啊，用咱附加加工的这个哈密瓜的这个产品来做冰淇淋，啊，因为拢有一挂教授也是啥物的，阮拢请来去开会，啊，参个研讨，啊，然后一挂啥物的，伊会甲阮讲，啊，比如讲细粒的啦，来做粿仔面啦，也是安怎这种。啊，渐渐啊，一直咧进行中。王振明表示，最近社区有将近10种无同款的油芳果，外形、口感、甲甜度拢有差别。未来社区会继续营销，打造德兴油芳果品牌。南天新闻王伟德后壁采访报道。